川普女士35岁的库辛娜把川普送进白宫的要角，在新政府能爬多高？据美国媒体报道，川普政权交接团队表示，库辛娜将任总统高阶顾问。11号，川普将召开记者会，说明他入主白宫后如何解决公司利益冲突等问题。库辛娜是川普的左右手，竞选团队都知道。传言本有望在新政府任要职的纽泽西州长克里斯蒂，因曾和库辛娜结怨，被川普扫地出门。不过，库辛娜的哈佛高学历也曾被作家爆料是父亲当年捐出250万美元（约台币8000万），他才能进哈佛就读的。国际中心综合报道。